学校给报名的这个体验农村活动。哈哈，好便宜啊！我不去。由不得你，我已经报名了。终于可以搬出去住了，让我妈给我报名这个体验农村生活，1000万，一人一半。聪明。500万够我在外面住一个月了。嘿嘿。终于把我们家神兽送走了，看他到了没有？关机。不好，上当！你以为你关机会找不到你？现在住酒店就是第二身份证，看你懂不懂？找到了！怎么这么多定位？我不是在期间，你是不是对我妈动态？没问题，小兰，你妈查你定位。你用我的身份证在全国各地订酒店，看她怎么查。住在外面就是舒服，是吗？嗨，好久不见。强仔，你在干嘛？他们松开，他们不抗拒。看，抗拒才怪，只能在富贵宾馆啊。松开了，他们才是人吗？